这两个是我很久以前买的延长线，然后非常长的，插座这边一直拉到床头。这个线还好，因为它拉开就不太需要整理。然后我会走那个书桌后面。这张书桌是 IKEA 的65公分×65公分的餐桌。我之前有讲过，就是说我们手臂放在这个桌子上面，这个桌子至少要60公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桌子是不是可以放得下我的手肘哦。这个桌子刚好可以放得下我整只手这样子平摊在上面，还比标准的60公分再多了5公分。宽度以65公分来讲也很够用哦。但是如果我还要再放一堆杂物的话，这边不够宽，没有办法再摆一堆笔筒什么的，我甚至可以在这边趴着睡午觉。所以对我来讲呢，这个书桌就是非常的刚好。那它的大小也真的是万中选一吧，跟我的床架是非常的搭配，甚至连颜色都很搭，所以就很喜欢。大家如果有一直看我的影片就知道呢，在过年的时候，我的电脑萤幕已经被我的猫就是咬坏了，所以它现在必须要连外联萤幕才可以看到它的画面。那我目前呢是还没有时间去修它。顺便跟大家说，就是修这一块萤幕整个换上盖萤幕的话，我记得报价是快25000。那连外间的萤幕，我不可能这个电脑放在这边，然后这样打字，这样子非常的不顺。左边的旋钮它可以切换，我只要转到第二格，它立刻就会切换到我的笔电。键盘它是可以收到我的萤幕架下面去，就是无线键盘。我在大创买的小木盒，这木盒才49块哦。然后它跟这个我这个板子，哎，这宽度也是太刚好了吧？这宽度一模一样哎，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宽度，因为我完全没有量，我当下看到我就买了，太开心了。上面这装上去呢也拿不到，所以这边最好要装就要装吊挂的东西。我们那种收纳的盒类呢，最好就是在下面这个区块。盒子在这边是要收纳我的行动硬碟的，应该就会是这样子。这个三隔板它放上来就长这样子，它就占满了。盒子后面也可以粘在这个板子上。司令的咖啡厅，海司令1928年开在上海赫德路，就在张爱玲居住的公寓楼底层。前台擦杯子的小哥，还有外面的养车夫，
都是间谍。第二次电话接起，王家珍用广东话说：“喂，二哥系我。”超级刚好的。熊熊刺绣的被套真的超美的，像我的睡衣啊，有两套睡衣都是熊熊的，那这个就是刺熊熊的，颜色是这种可可色，我觉得很漂亮，牛奶可可的颜色。那我等一下是一定会把它套起来，因为我觉得这种很漂亮的被单就是要把它套在羽绒被上面才能显现出它很美的样子。我的床上都还是会放着一个比较厚的被子，可能会再加一个那种凉被，就是盖起来是凉感的那种，凉用的话它就自己有一个厚度，它也可以当作被子来盖，这样就蛮划算的，就是多功能。那单纯的被套的话它就会再薄一点，因为金舒棉的那个系列比较便宜，非常的舒服好盖，又舒服又便宜之外又很可爱很漂亮，拍起来很好看。金舒纯棉真的是 CP 值最高最便宜的，床包加枕套的1000再打85折就是850，然后如果你是要单买被套1130再打85折的话呢，就是961，被套只要961都不用破钱，就很便宜。他们的被套外面买不到，85折。我的折扣码是小写的 N85， 就是 ANN85。所以呢，你一定要在结账的时候输入，如果满5000的话，又可以再折500，都很便宜。二重纱一开始是用作小朋友的衣服的料子，小朋友是像婴儿啊，他们的那个包屁衣，二重纱本来就会比较贵，所以呢，像我就是很喜欢金舒棉，它本身比较不贵，也很舒服，也很好盖，所以我觉得金舒棉不错。二重纱的，但打完折下来也是很便宜。莱姆格格，那如果打完折的话，真的可以买哎。水洗棉睡起来是很舒服，而且它很厚实，它的花色会变很素雅，像是这个，这就是我现在用的那一个泰迪可可咖的这个就是。